彰化县乡野总会举行第75届乡邻节庆祝大会，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县乡野总会理事长陈炯生等人拢来到现场，现场祝贺。同时，王县长也感谢乡野界努力用心经营，带动彰化的经济持续来发展，也创造了真多就业的机会。县府的持续甲大家做伙来拍拼，共同开创商机，欢迎彰化。彰化县乡野会副理事长胡志凯表示，乡邻的作用就是促进经济繁荣，在赚钱的同时，也承担着真高的风险。这是我们彰化县商业总会第75届商人节的庆祝大会，那很高兴各级来宾，还有我们各业会的代表理事长都能够抽空的参加。那这在这寒冬中带来些许的温暖。那我们彰化县商业总会这几年来为我们彰化县各业能够尽心尽力的服务，虽然在疫情期间，我们还是努力的把各个相关的工作做好。那希望在大家的持续努力之下，我们彰业总会能够持续的为大家服务，让我们彰化县的商业越来越好，那大家生活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健康，阖家平安。祝我们彰化县各级事业单位都能够生意兴隆，通四海。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疫情带来全面性的冲击，相对也带来机会。在乡邻的眼光之下，利用科技为传统通路找到生机，这让好彰化县的经济继续发展。今天是咱彰化商业会来举办75周年庆，嘛表扬咱的这个优良的商人哦。那在这特别感谢咱的商业会，在我们理事长跟所里监事的带领之下，不断的为咱彰化的这个经济在努力打拼，包括嘛把咱的彰化好的产品带到咱的这个印度、咱的印尼过去哈。那但是因为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变成咱该配合着咱管监户的线上的一个这个商品的一个展售哦。那包括咱的 PC Home， 包括咱的东升购物，拢有咱彰化好物的一个这个专区哦。那底下嘛，后又来的乡亲哦。那疫情让我们呢数位化的这个速度更快，嘛希望大家会使跟着咱的这个脚步更加数位转型，和咱的买，唔是讲干那一个步一个方式，咱会使更加侪方式来趁钱啦哈。那底下再次感谢咱乡委会所有这个李干事大家用心啦哈。有人的所在就有供应甲需求，对早期的换物件方式，到即卖金钱买。乡邻除了为了赚钱用尽心思，也在无形当中提升经济，感谢因为台湾社会付出。新竹华新闻李明宏、何美采访报道。